就是那个梦。在林前小憩一番，便已是夜沉月凉了吗？赤鬼魔王大人的寿辰要开始了，你们该布置的布置，该上菜的上菜，手脚的麻利点。莫非是志怪书中记载的那个面似顽猴、头顶尖角、背负鹏翼的赤鬼魔族？怪哉，我明明熏兰惹丝未果，于荒林中假寐解乏，怎得此刻深入这番怪奇光景？对了，定是更深露重，神鬼怪奇，趁夜色出没。妙哉妙哉，没想到此番有此奇遇，纵寻不到兰惹寺，也可谓不虚此行。不过卸下状况未知，我还是先躲起来，静观其变为好。隐月鬼族，聂小倩寒无杀，奉隐月鬼王与鬼王夫人之命前来道贺。肤白胜雪，姿容俏丽，一丝愁容掩映眉头轻蹙间，平添三分忧郁之美，当真如画中人，天上仙。小倩和吴沙姐奉姥姥之命特来向赤鬼魔王大人贺寿，祝大王巧瑞比天高，正义斩凌云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小倩你啊，不光越来越好看，话说的也越来越好听了。来来来，让我看看妹妹最近白了几分，又翘了几分。大王喝了这杯酒，再看也不迟嘛。哎，不不不，喝酒头晕，我还怎么仔细欣赏小倩妹妹？来吧，小倩，你正在最好的年纪，让我来教你什么是快活。哪个不长眼的拜老子的腥味儿？喵！我乃巨猫真君，专坑你这赤魔，不信你便过来。是谁？他是想救我们？想办法把他吸引到这里来，好让两位姑娘有机会离开。上天保佑，那歪嘴道士卖的道符应该多少有些用处吧，可别让我白花了钱。啊，怎么会没反应？糟糕糟糕，我的铜钱岂不是浪费了，毕竟是一顿饭钱呢。还好还好，方才那符没有平白贵险。小倩，别让那呆子惹怒了赤魔王，坏了姥姥的好事，灭了他。姑娘，我用符咒把那坏人定住了，你们快走。对不起，敢坏姥姥的事情，你只能死了。啊，命魂珠亮了，他就是姥姥要找的人。是他，姥姥找这个文弱的书呆子有什么用？细皮嫩肉的好吃点。此战凶险，但公子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好厉害，
聂姑娘、韩姑娘，我刚才查探过了，从那条路走。哼，这呆子，不知道自己正在往虎口里跳呢吧？惊梦情，身陷落离境，顾盼间，相逢画中仙。见妖魔作祟，佳人泪涟，怒上心头，遂设计身，独相见。公子高姓大名？宁采臣，采取向上寻求之意，臣取弑君之意。好雅致的名字，只是方才公子以猫叫诱敌，舍命相救，实在令人难忘，所以小倩可否称你为猫公子？你放心，这是你我之间专属的小秘密，我只在私下这么称呼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若是聂姑娘愿意，我是无所谓的。猫儿喜在人怀中玩呢，那么猫公子也是否想靠近些，感受小倩的心跳呢？聂姑娘，你我才初相识，这般暧昧与理不合。莺声细软，诱之以媚，姥姥教的勾引男人之术为何不好用了？那么还是先猜猜我的铃铛是在左脚还是在右脚。猜对的话，小倩便任公子处置。聂姑娘，你的歉意我收下了，但我救人并非图美色以报，还望姑娘你自重。不好，没有色欲上身的肉，唯恐姥姥食之无味。哼，救人于危难不图回报，美人当前不起色欲之心，宁公子确实担得上君子二字。只是考验吗？公子毕竟有恩于我和姐姐，不妨往前方兰惹寺一会，小倩的亲友自当好生款待公子。兰惹寺？为什么他们好端端会住在那里？莫非真让我碰上了神鬼志怪中的稀奇异事？书生，一晌贪欢，小心到头来丢了命。仗着有点道行便要装神弄鬼吗？向来是个无情的冷峻小哥，让姑娘我看看你的脸可好？哼，虚张声势的废物，鬼王这么多年功夫换来的就是你们这点本事？小倩，先带他走。小兰，追。宝贝莎莎，疼不疼啊？乌沙，姥姥已感应到那人到来，命我和龙妖来接应你们了。小倩呢？小倩已先行一步，这小哥修为不低，先启动姥姥藏在此地的隐世鬼阵。
斗、折、接、阵、列、前、行，出血。化妖宝镜，收妖。莎莎，小心！定。这是我燕氏一门绝学，他是谁？莫非是当年同鬼王那场战中败逃之人？秋收深藏不露嘛，快想法子救小龙出来。莎莎，我没事，我可是住过朱幻神境的人，不过也别杀他，我怕我出不来，我留在镜子里说不定能牵制住他。那你万事小心，我们先去救小千。啊，老天保佑莎莎他们平安，毕竟我们也是被姥姥折磨的可怜人呢。哎，我是不是贱呢？啊，突然怀念起住在朱幻神境里的日子了。啊，小哥，反正你我线下被这镜子锁在一起，还是互相先认识一下吧。啊，你现在中了捆缚之咒，那不如我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叫龙妖，他们都叫我小龙，我喜欢玩弄别人内心的恐惧，最近还喜欢吃冰糖葫芦，看妖文西报和小妖书。我那个秋叔是谁？和鬼王什么关系？哎，你的捆缚之咒解了，难得见秋叔下手这么轻的。哎，听你的意思，是不是和鬼王有仇呢？血海深仇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和莎莎宝贝也受不了他和姥姥，说不定小哥与我们还能暂作同路。韩无沙，昔年四象门峰掌门不是已将其击毙了吗？莎莎说了，上天是舍不得她这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孩子离开人世的。哎，我说咱们一起对付鬼王吧。你要怎样我不管，寻仇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哎，佳人恋恋，娇媚俏，心慌意乱，终完局。原是一番考验，竟激起心中千层浪。薄墨料布拂脸衣，那世身倒是正气盛。不知姥姥寻他何意，愿黄泉路上他莫怪。雁门曲墨人在间，斩妖鬼万里我独行。只剩望兰热，欲了断前尘旧怨。无奈中计陷囹圄。聂姑娘，等等。聂公子，方才虽接住一线天困住了那雷鸟，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。非也非也，聂姑娘你等一下，此地可能有转机。嗯，此地宽广又多障眼之物，说不定可以对付那雷鸟。这呆子怕不是念书念傻了。聂姑娘，古书有言，那雷鸟靠振翅而调和阴阳，方可及空中紫电之气攻击我们，所以若能设法将它周身雷电集中于一处，再借此力趁势攻击，说不定能降服它。小星星，我来帮你。聂姑娘，你身法比我快，这符咒你拿着，等下我喊你名字的时候，你马上到那雷鸟身后亮出此符。好在我赶山路为了防身带了几根小铁棍，就先引诱雷鸟释放紫电之气，再借这些铁棍将雷电集中到符咒之上。
想借力卸去我的紫电之气，再集中到那张符咒上吗？哼，低劣的把戏。书生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啊，这都未是我所料的。小倩，到雷鸟身边使用符咒便可以了吧？宁公子，化法无极，五雷同天。不好，他用假符骗我。落。宁姑娘小心。天亮了。聂姑娘，方才一时情急，我才这般无礼的，我这就起来。不要，我怕光，不要离开我。哦，好，那我。韩姑娘他们应该快到了吧？谢谢你，明明萍水相逢，我却数次连累你身陷险境。有吗？聂姑娘，你之前明明救过我，更何况孔夫子说过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公子的意思是先下你我两清了是吗？要我说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才对吧。孔老夫子真是珍贵的宝藏，把你们这些君子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哦，韩姑娘你别误会，我是倒是个不知趣的呆子，来借用一下你的伞。一把小小桃花伞竟能将聂姑娘收入其间，大千世界当真无奇不有。妹妹昔年曾被魔气侵染，我等搭救之时体内两股气劲相冲，致使其肌肤受损，之后便再不能见到日光了。原来如此，可惜聂姑娘无法领略白日间种种风情，实在可惜了。等等，宁公子，蓝惹寺周围并不太平，你我武艺傍身，或许尽早离去为好。小倩，姥姥平日里便是这么教你待客之道的吗？他酿的乌龙酒有多好喝，你忘记了吗？能不能用你的镜子吸一串糖葫芦进来给我？闭嘴！我听到此处有异。小兰，怎么会伤得如此严重？那书生不念儒道，念兵法。看来先不必担心他的安危了。把翅膀移下，我给你上药。这伤没有月月好不透彻，我先去附近找一处清静地为你疗伤。风雨阵，雷鸣声声喊，乔世纪，玄冥不生机。寺中佛塔内竟如此气派，只是为何高塔之外却是一片荒凉？为何殿内会有一棵树？而且明明只是一棵树，为何一靠近它，我的心会跳得如此厉害？哇，小春，香甜的气息是什么？哪里香甜，哪里香甜，是三尺红尘包裹的酸酸书生气。
哎，别，二位仁兄有话好说，这伞中有一个我的朋友，还请莫要玩闹。死读书，读死书，这样的呆子好好玩。哇，玩他，玩他，玩坏他。好一对骚气冲天的双子，仗着鬼王宠，连客人都敢欺负吗？另一对双胞胎不听话，活该，活该，活该该。小春乖，小灰乖，姥姥来陪你们玩。姥姥香，姥姥美，姥姥姥姥夸我乖，姥姥姥姥陪我玩。质子昔年被歹人暗算，才会一直如孩童般玩闹，公子莫要见怪。啊，不会不会，人事纷杂，能长保童心未尝不是坏事。公子眼见他们这副模样，却丝毫不觉得害怕吗？人有情，妖鬼未必无情，人若狠毒，恐妖鬼也难及之。这大抵是我偷闲读了些志怪传奇的小小心得。公子洒脱不羁，不枉今日相逢。小倩，好生款待这位公子，不要有丝毫怠慢。小倩，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是，姥姥，小倩没什么，只是白日见了光，受了惊吓。啊，冯妈，你也帮忙照看着。公子的衣食住行，你要事无巨细，样样不能怠慢了。啊，是小姐，小辈们不懂事，当长辈的就应该多盯着点，多照看着点，您放心吧。老身要回去伺候那深居简出的夫君，就先回去了。公子莫要客气，把这里当家就好了。秋叔，要给这树浇水了呀。姥姥放心，我一直把这树看得比自己的命金贵。秋叔，多亏有你啊。不服老不行啊，真想换换这身子。哼，怕不是坏女人着急想要滋补滋补了。天，不去找宁公子聊聊，陪陪他吗？啊，姥姥恕罪，小倩记忆不清，无法勾引他。傻孩子，姥姥又不是要吃他，只是觉得你们很般配。去吧，这段时间要好好和他相处。抱歉，是我平日疏忽养护，导致取证高亢，琴弦却断了。无妨，此等悲壮雄浑的兰陵王入阵曲，在高潮处戛然而止。于后人观之，或许正暗合了英雄短暂却壮丽的一生。小倩平日自娱，仅对眼前之花胡乱弹奏，并无情意可言。公子不嫌弃便好。对花抚琴倒真是雅致，此刻连我都颇为嫉妒此花了。我想心阴之下，此花很快就会开放了。此花我培育数年，始终未曾开过。哦，这花我也未曾听说过，可是培育方法不当，亦或此花本就不会开。此花在中土并不多见，是姥姥的夫君偶然获得，名为鬼子花，常在培育多年后的某个深夜盛开，花期也只有一两个时辰。
那他开放之时一定极尽绚烂多姿，才不负西花者的点滴功夫，一如背水一战的英雄猛将，即便战死也不拜天不拜地。我往日却觉得这象征人与人的缘分，情到浓时便是上天收回之刻。小倩伤春悲秋了，公子莫见怪。我梢头到了和宁公子约定的时间了。小倩，姥姥找你没多大的事情，不耽误你去找宁公子的。那书呆子三天两头找小倩，我这么个好姐姐都被小倩忘了。哼，快入冬了，天冷心也冷，姐姐我好倦啊。等等，这都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还没见姥姥吸了这个宁采臣？莫不是留着过年煲汤？哇，又卿卿我我在一起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千秋万载，禅宫中的仙子应该也会寂寞吧。长夜无尽已然是他的宿命，或许早是寂寞为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花开了，聂姑娘你看。真的，这么多年好突然。只要不放弃点滴的功夫，就一定有希望。聂姑娘不要放弃，我总会寻得法子让你不再畏光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准备去找治疗你的方法，一定会找的，你要等我。到时候天高海阔，这些十日谈的种种人事风华我都带你去看遍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花要开呢？聂姑娘，不会的，再也不会了。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开呢？聂姑娘别走，等等我。这叶姥姥，眼前这景象是缘何？莫急。老身善施幻术请公子看场戏，还请公子莫要惊慌。为什么他已身染魔气，为何你们还是不放过他？放任其堕身成魔，势必会洞开人鬼两界的通途，皆是人间生灵涂炭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那是杀了他便能解决的问题吗？哼，有我陈星彩在，你们休想伤他分毫。对不起，我只能这样了。星彩，你可以不这么做的。放弃了才是真的输了。我想通了，你因诅咒无法转世，而我却可以。别难过，这是眼下最好的方法了。若有缘，来世见吧。戏中侠客名唤陈星彩，便是你的前世。他吸取小倩身上的魔气后入轮回，小倩也得以恢复黑发之姿。这前世今生轮回流转当真存在吗？老身昔年曾得高人传授术法，并得到至宝命魂珠。期间收留的残魂同你发生了感应，这便是你今生与小倩的缘起。老身亲历此事，一心想助你们再续前缘，可惜啊可惜，此间恶霸巫山煞下了喜帖，三日后要娶小倩过门。
这孩子现下心乱如麻。什么？为何这么突然？小倩，不，聂姑娘的意思呢？我们自然都不情愿，可巫山煞乃是一方恶霸，得罪他是要招来祸患的。这大老爷要强娶小倩，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呀。但是公子你不同，你不受我族和巫山一族牵制，最重要的是你心中是有小倩的，不是吗？此番只是老身私下请求，并非强迫，出手与否全在宁公子。花已盛开，便不再长久了吗？巫山煞，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？小倩，那呆子又说些知乎者也的，惹恼你了吗？沙姐，我好乱，是我自己想不开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还是说根本和他无关？我我们见过的丑和坏太多，见了一个心眼实的反而不知所措了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姐姐教你个法子，开心的时候便笑，不高兴时便说出来，那个书生是个真诚的人，自然值得你真诚相待。这就是韩无沙魅力守则第八条，真诚是卸下杀意的武器。可是沙姐，叶姥姥要我嫁给巫山煞。什么？那个自吹自擂的男妖？是不是叶无忌那坏女人和他做的交易？可恶！沙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姥姥逼你喝的蜈蚣药酒发作了？你先稳住，冯妈这几天一定紧紧盯着你，别让他们瞧出端倪，姐姐给你想办法。那书呆子不笨，还有那冷面小哥，总归是除妖，那把巫山煞除掉也是他正道的责任吧。好痛啊！叶无尽，老妇，毒妇，坏女人，从现在起本姑娘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谁更狠谁更毒。长夜寒，后日昆天光，夜前路，心绪必已餐，盼有朝同家人踏遍风华，枯叹花人花骨难化心。雨露凝成眉上霜，心事几重来，花开胜落红一城中，不日深埋葬我心。啊，聂姑娘是不是已在巫山煞老巢了？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大婚在两日后，公子要观礼也不必急于此刻呀。你们情同姐妹，难道你便眼睁睁看着聂姑娘，看着聂姑娘的？我只是个柔笔浇花的美女子，又能作甚呢？要我说，做人不能着急，最重要的是开心。来来来，姐姐安慰安慰你。不不不，时间紧迫，既然韩姑娘不愿带我前去，那请告知我如何才能前往，我自己去便是了。慢着，从恶霸手下夺人可没这么简单，要私奔你跑不过，要动刀你下得去手吗？我自认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做人做事未必只有逞凶斗狠一途，
因此，我有一处计划，需要韩姑娘和聂姑娘配合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去了便无退路。书呆子，这可不是纸上谈兵，别到时候你把我们姐妹俩丢下，自己先跑了。我不是江湖中人，也懂得侠义二字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哪怕我只剩一口气，也绝对会挡在你们身前。本姑娘信了你的邪。走走走，我都要看看你的能耐了。哎呦，你快一点，书呆子就是书呆子，还没我扭来扭去走得快。喵喵，聂姑娘，我来晚了。是你，真的是你。书呆子有话快说。小倩，我和你说，这呆子走路慢吞吞的，急死我了。小倩，你那健壮英俊、孔武有力的夫君来也。姐姐，你用结界保护好他，我出去应付。嘘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别出声。别这么大声嘛，我可不想别人知道我未来的夫君这么厉害。小倩怕抢不过他们。小娇妻，真想狠狠亲你这张小甜嘴儿。来人，把我的宝贝放进来，好好给小倩布置布置。不能暴露，要想办法躲藏好。来人，把那光鲜亮丽、衣冠楚楚、活泼可爱的嫁衣拿来，给我娘子换上。嗯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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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倩，我今晚便住你这里了。今晚，今晚，听到了吗？巫山大王日夜操劳，明日大婚更是劳神费力。大王今晚还是早些回去安歇吧。什么？你还要挑时日的吗？你觉得你夫君我不行是不是？你拒绝什么？你身子多高贵什么？还是你外面有其他男人了？我不是让你别和其他男人讲话了吗？嗯，当真有生人味？小倩，疼不疼？我不想打你，是你逼我的。我现在要把他找出来，你别怪我。可恶！嘘，这次我来不算你违约。不是的，不要，你误会了，我求求你。哪有生人味？明明是女孩子香香的脂粉味。喏，闻闻，我这可都是白花蛇草的香粉。哼，信了你这毒妇的蛇蝎话！来人，给我搜！简单，差不多得了，屋里也搜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明天大名鼎鼎巫山煞打娘子的事情传出去，多难听。别碰我，我可是有家室的人，而且我这个月不喜欢你这里花枝乱颤的，想让我娶你当天房，下个月再说吧。小倩，你知道我多爱你吗？
打在你身上，痛在我心里。可但凡你检点一点，我能下这么狠的手吗？好了好了，看把我妹妹吓的，你们先回去，有我在这儿陪她呢。小倩，做我的女人没那么容易，以后不要和别的任何一个男人说话，一个字也不行。要乖，别让我失望。别过来！聂姑娘，我不会饶了她的。我已计划好，明日我会和韩姑娘在婚宴的酒里下药，以此削弱巫山诅咒。然后，我这里有道符，你拿好。这是入梦符，婚宴上你告诉他这是姻缘符，烧了可以长长久久。最后趁他入梦之时，干掉他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巫山煞，我哪怕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你再伤害小倩的。弟兄们，我巫山煞今天要娶小倩，谁赞成谁反对？巫山大王和小倩姑娘那是金童玉女，天生一对，哪里轮得到他们这些妖怪反对？夜无忌女王身体欠佳，其夫君隐月鬼王正在闭关，特遣我来为巫山族大王与眼魔族小倩的大婚献礼。我便将祝福放在这坛酒里，只唤各位好哥哥引进眼前一盏酒，哥哥们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吧？喊乌沙大捷这么爽快，咱们巫山族人又怎会扭捏？来，弟兄们，干！夫君，这是叶姥姥给我们求的天长地久姻缘符，说是由夫君您亲手烧了之后，可保夫妻姻缘长长久久呢。小倩，你说长长久久，有多长，有多久？只要小倩还在一日，便尽心尽力伺候侍奉大王。哼，若这符咒真这般管用，我就不会为那831个女人的死头痛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只总结出来一个法子，那就是打，不听话便往死里打。哼，左手边的小子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我和你拼了！迅风急幽，星火燎原，燕起。书呆子，你疯了！你拉着他进梦里，你也打不过他的呀。酒里有毒，韩无煞，好美的一张脸，好毒的一颗心。谁？是谁喊我大姐来着？姑娘，我今天非灭了你不可。好熟悉的妖气和鬼气。我先声明，巫山煞欺负女孩子，我们姐妹可不会坐以待毙，所以此战我们是有非敌。哼，你们大可退场，莫要影响我出剑的速度。沙姐，你还有入梦符吗？我要去救她。两张符不可入同一梦，现下只有两个法子，一个是灭掉巫山煞，但书生会随着被梦吞噬，还有就是
等书生在梦里灭掉巫山煞。那还是趁现在灭掉巫山煞吧，怎么看宁采臣都不像打得过巫山煞的样子。不要，我相信他，他一定可以的。对敌人手软不会有好下场，何况书生伤了小兰，我本没必要救他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再数十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。天能杀我，我也能杀我。我先杀了我，我就比天高。我要干掉我，我要干掉我自己。啊！啊！读书人当真信不得，不知道哪里学来一些车轱辘话，倒是用那张嘴兵不血刃了。我让你打小倩，我让你打小倩，我让你打小倩。小倩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知道吗？没事的，小倩，他再也不会打你了，再也不会了。知道吗？为了一个三番四次欺你骗你的人，真的值得吗？我答应了韩姑娘救你，也发誓不再让你受伤，或许你就当我是个自私的人吧。宁公子除掉巫山煞，助我取得其体内巫山令，以此正式统领巫山一族，可以说是居功至伟，又怎来自私一说呢？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燕氏一门的绝学还是要燕家人来破。秋叔，杀了他。燕恒秋。叶姥姥，此人我想留作试验，以后彻底铲除燕门一定用得到。哼，随你。至于其他人，我虽有巫山令，亦要惩治你们，以给巫山族众一个说法，所以诸位要同我走一趟了。姥姥，采臣为我负伤，小倩断不能绝情，抱歉了。哼，明明吃蜈蚣酒的时候那么乖，现在闹什么？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多谢女侠相助，敢问女侠缘何会在此处？法运灵符以笔画咒，可行五雷化真火，实乃居家旅行必备之佳品。高人，是你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带公子前往安全之所，将前因后果相告，再商讨破敌之计。和我商讨？在那股无法企及的力量面前，真的有破敌之计吗？我想此刻公子并非担心，而是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那么子韵便先带公子去看一处景象。黑雾弥漫，一片死寂，不该是这样的。前日路过此处，还并非是此景象。鬼王和叶无尽同属眼魔族，可将人心欲望具象化，构筑灵境。
尤其睡梦中毫无防备之人，可令灵境更加完整。这也是为何常有日间荒凉之地，在夜晚便会出现热闹的鬼市。一切皆是妖鬼在夜间使用人之欲念所化的灵境，但因眼魔怕光的体质，他们只能在夜间出没，所以他们设法将永夜带领人间，再借用人之欲念为眼魔一族打造长久生存之地。至于巫山煞一族，他们极善食灾之力，加以利用可实现人与人之间欲念的连接，既方便眼魔一族控制，又能维持睡梦中人的存活。眼下不止此处，整个金华城都被鬼王用黑雾结界笼罩，此地居民也陷入昏睡，结界经多年苦心布局，外界一时无法冲破。明日正午，黑雾结界之外，神雀宫公主同其余弟子将与我们同时施法，将黑雾拉开裂口，令烈阳化作箭雨射落，此为破敌之法。但鬼王野心显然不仅于此，必须将其彻底铲除。公主曾以天瞻之法推之，由宁公子化解此劫乃是最佳选择，甚至可做到无伤亡。我说这些并非以数万人性命胁迫公子，而是想告诉你，在此番恶战中，公子并非踽踽独行，我们都站在你身后。那是绝对力量啊，人都怕死，我也一样，可我的朋友还在等我，数万无辜人还在等我。紫韵姑娘，拜托了。扶贫山南宋金中原，孤雁飞，独影一江清。但见他舍命九风尘，眉头柳丝缠，心结桃花影。风雨辗转，流沙俱焚，愿舍性命换佳人抚养，但求红颜映成双。蓝热寺地下竟如此庞大，这已是第十一处地牢了。小倩他们，哎，是韩姑娘和那位大侠。为免打草惊蛇，我已封住此间出口，接下来请公子协助我除妖救人。除掉你，除掉你，除掉你。大侠，哎，燕大侠，你为何自己伤自己？龙妖，是你搞的鬼吗？我哪有这么大本事？是那个秋叔让叶无尽用这小哥的心魔做了个幻境，将他困住了。宁采臣，燕赤霞，很好，大家都到齐了。燕赤霞那小子怎么样？托你的福，虽然遍体鳞伤，但总算还活着。宁采臣，你同我入他心魔之境，我有要事相托。宁公子，此人信得过吗？我想明白了，之前秋叔所为，原是想保住燕大侠的命，所以我信他。那好，我在此地为诸位略阵相护，望大家一切顺利。
当初若彻底除掉你，我那几个弟兄便不会白白牺牲了。我说他对自己那么狠，估计是和这怪物有血海深仇。燕赤霞，凭你自己是无法除掉他的。燕恒秋，不如堂堂正正大战一场，我就算战死也不要被你们折磨死。你死了，你和你爹的赌注怎么办？燕氏一门的传承怎么办？黄泉路上又如何面对你那些死去的弟兄？哟，小霞，想不想老爹啊？秋叔放我和你陈叔叔出来，想必是已找到你陈叔叔的转世了吧？爹！哎，别太激动啊，现在的我只是一段残影，说完该说的，办完该办的，爹就走了啊。爹，真的是你？我是燕赤霞，我已习得岩门十三剑。你们听好，秋叔身子半残，牺牲自己和妖怪合体当卧底，见了面可不许误会他啊。你们的敌人一个是叶无尽，善用幻术制造灵境，一个是隐月鬼王，疑似本体躲在一副躯壳之内，我们推测可用佛法经咒攻破。现在我和你陈叔叔要传给你们我俩共同领悟的一招，上天入地，兄弟同心，只教一次，看好了。空有响亮，欠缺文雅，这招式名字实在粗糙，不知道谁取的这名字。怎么样，这招帅气吧？你陈叔叔起的名字属实霸道也。我再废话一句啊，我的转世之人，你若是遇到一个银发女子，记得对她好一些。哦，还有，别信叶无尽的鬼话。老爹走喽，接下来靠你们了。说来惭愧，老爹败给了鬼王，你要是能打败鬼王，四舍五入不就等于打败了你老爹？爹，别走！哎，秋叔，还有件事拜托你。燕赤霞这孩子自小一根筋，不明白有舍才有得，别钻牛角尖的道理。后面呀，就拜托你了。燕大侠，其实刚才那招式我并未完全通透，但我会尽力配合你施展的。我现在才明白我爹的意思，此招不在形式，而在同伙伴齐心协力。宁公子，之前几番对你言语讥讽是我之错，现在我郑重向你道歉。不至于不至于。我太冒失，拖了大家后腿。现在你愿意同我一道除掉那恶兽，共破此困局吗？求之不得。等等，燕赤霞，你看那边。燕老哥，放过那邪兽是大家的主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大家伙也没怪过你。你小子给我振作起来啊，斩妖除魔，纵横江湖，咱们兄弟几个的心愿就都托付给你了。替我们好好活着啊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可不许憋着啊。再会了，弟兄们。我方才怕不是做了件好事，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回头买份冰糖葫芦压压惊。眼神恢复澄澈，想是心魔已除，那么你之前询问公主的何为最强力量，现在可有所得？若说以前我还有所谓的最强二字可追求，但目睹了计策可为力量，情意可为力量之后，我甚至对何为力量都产生了困惑。
依我之见，少侠已从无序之所迈入自己的力量之道，只是此途多阻碍，请少侠万勿放弃。至于这位秋叔，你平日同叶无尽和鬼王接触最多，可否将你所知相告，以助我等谋划破敌？眼魔怕光，叶无尽在人间选了一对极阴体质的双女，以鬼谷怨气豢养，准备将其培养成征战主力，但只有姐姐可与鬼谷怨气完全融合，所以妹妹暂时被封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20年前，叶无尽等为祸人间被发现，我燕赤霞之父宁采臣的前世陈星才等人携手欲阻止眼魔族的阴谋，可惜鬼王和叶无尽实力强劲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此战叶无尽身躯受损严重，叶无尽本想继续以鬼谷怨气喂养姐姐，并以其身修复自己的身躯，但是姐姐不惜自毁身躯，叶无尽无奈，只能借妹妹的身躯锁缚姐姐的灵体。失去身躯和记忆的妹妹，只能以灵体为叶无尽做事，这也是她怕光的原因。妹妹便是小倩，那么大殿之内的树种，便是小倩的身体和姐姐的灵体了，是吗？20年来，小倩寻找男人精魄为叶无尽续命，叶无尽也一直在寻找可令小倩成魔之计，和她姐妹魔体之力修复己身。叶无尽认为情感是一种力量，由一种极端情感堕入另一种极端情感，便能忘情弃爱，令小倩心魔膨胀，就此入魔。方法之一，便是让小倩爱上一人，再以灵境控制他，令他眼睁睁看着所爱之人死在自己手下。被杀之人便是你，宁采臣。由爱生恨，忘情弃爱，未免太过荒谬了吧？不尽然，天玄门一良善弟子，因目睹爱侣死于正派之手，不惜堕身成魔，令中原涂炭，只为复活爱妻。韩无杀，你应当知道的。我对那种为了自己女人祸害其他女人的男人不感兴趣的。还有一位天性纯良的西域少年，因被正派暗算，致使他与所爱之人被天幕永隔，得知真相后，他亦堕入邪道。我知道，那小哥叫夏侯仪，我还借用他心中的恐惧和他玩了玩。情爱之事滋生于心，看似不可捉摸，却是天地间至真至诚之力，一旦发作，说能颠覆寰宇亦不为过。看来若是叶无尽计划成功，不止金华城，整个中原都将被黑雾笼罩，陷入长夜之中。杀了我，这便是要我亲自化解的生死之劫吗？龙耀姑娘，我记得你有利用人心之具化成幻象之能，是吗？对啊，这本事我还交给过叶无尽呢。如此这般，若从叶无尽的谋划入手。公子，方才你所言之法甚是凶险，你可做好了觉悟？我的法子是薄命的招数，其实在那之后最要紧的是靠大家。放心，我们都在。好，此番前来，公主还交给我两样法宝，一个便是烈阳剑雨的布局，还有一个是霹雳大金刚法符，有破邪逐暗之效。大家起名都这么随意的吗？交给我，我将大兵引至蓝惹寺广场后，便回塔内潜伏，伺机以此符破隐月鬼王的暗鬼之身。佛塔底层
便是你们之前见到叶无尽的大殿，其上便是鬼王和叶无尽的老巢。除掉精锐部队后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诸位愿舍己身行正义之徒，相信这一次天道会站在我们这边的。诸位，我已设下阵眼，请诸位前往其间施法，时间有限，大家速战速决。此阵会同神阙宫在蓝惹寺外的法阵感应，将笼罩在金华城之上的黑雾撕开，倾泻的阳光会将秋叔引来的鬼族尽数消灭。公主，收到紫英姐的信号，可以开始布阵了。青罗、白婉、朱鬟，待我于阵眼处施法完毕，你们分别前往杜门、金门、景门为我列阵，于黑雾两端施法，以两阵牵引之力令鬼族黑雾散破洞开。想不到有朝一日还会用此计策去破解人间之结。神阙宫就在殿前广场作乱，弟兄们随我去灭了他们。秋叔将至，我们走。看宁公子急得满头是汗，想来小倩对你而言必定是很重要的人吧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小倩，也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。风妈亲眼看着叶小姐长大，纵然现在大家都叫她姥姥，我也依然叫她一声小姐。我还记得在人界躲藏之时，冯妈我害了病，是小姐在深夜痛哭着跪地求来的药。宁公子啊，不止你们人类有情感，我们眼魔族也一样，所以今日你们能为叶小姐而死是很值得的。叶姥姥在何处？小青到底在哪儿？时辰刚好，风妈输了，叶小姐却赢了。风妈老了，总妄想无牵无挂地走。两个重叠的灵境，叶无尽将自身的灵境都调动了吗？小倩，叶无尽，你对小倩做了什么？宁采臣，如果我们真是寻常人家，老身还真希望你做我的女婿，可惜呀。小倩身有百鬼之怨的血脉，若能颠覆红尘，让挚爱之人死于她手下，她便可以成魔了。人间情爱难测，你何来的把握？她嫁给巫山煞，终日被凌辱折磨，生下的孩儿也难幸免，甚至要死在他面前，结果是一样的。好，你们大可以除掉小倩，现在整个金华城的灵魄都系于小倩之身，杀了她，顷刻间数万人非死即伤，这骂名你们敢背负吗？宁采臣，老身听说你很喜欢纸上谈兵那一套，
你算过燕赤霞，算过巫山煞，现在你要怎么算我呢？算来算去，输得一无所有啊！都说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今天拿我这无用书生的命，为大家争取时间，值了。聂姑娘，你的谢意我收下了，但我救人并非图美色以报，还望姑娘你自重。没事的，小倩，她再也不会打你了，再也不会了。聂姑娘，我来晚了。无用的书生，来生还是好好吟你的诗，做你的画吧。小倩，那是你姐姐，叶姥姥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就是为了你们姐妹团聚融合，修复我破损的身躯。鬼王，你的叶无尽要完完整整的回来了。叶无尽，我要为宁兄报仇。怎么会？你转移了小倩的灵境。你以为秋叔用什么灌溉树中我的魂力？是水吗？呸！是所有被你吸过的男人的怨气。现在你所害之人的怨毒之气，我身上被你养出的鬼骨之气，会一点点侵吞反噬你。生不如死的滋味怎么样？现下你我灵境共鸣，你也会死，你很得意吗？哼！我因星彩爱过，因你们恨过，因此刻痛快过，这么精彩的一生，死又何妨？要比谁活得长，我不如养只东海玄龟。小倩，很抱歉以这种形式和你见面。姐姐把你的身体还给你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姐，不要！我想起来了，别走，别离开我。哎呀，哭什么呀，帮姐姐狠狠揍叶无尽，往后好好过日子，不许想我啊。寒无沙，聂小倩，龙妖，你们不怕体内的毒蛊吗？我记得，若是姥姥魂飞魄散，这蛊也就解了。你们终于胜了吗？我快撑不住了。彩臣，宁采臣，你不是？对，你想要的无非是让小倩知道宁采臣是死在他自己手下的，那么我就将计就计了。不过其实在小倩眼中，宁采臣的死亡景象是龙妖姑娘用幻术专门为小倩制造的，
那一刻，大家结印施法，并非为了对付小倩，而是怕你察觉龙妖姑娘的幻术。与冰说，此乃瞒天过海。为了骗过你，我也必须自伤。但若不伤及要害，只是大量失血罢了。与冰说，此乃兵不厌诈，一切只是逼你现身罢了。小倩姐姐的出现确实在意料之外，这或许就是先贤所言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吧。我倒是把这辈子文绉绉的话听尽了。叶姥姥，读书人可不只会吟诗作画，我们狠起来还真没怕过谁。谢谢，快别说了。所以我和鬼王无间地狱再会吗？聂小倩，你以为宁采臣爱的是你吗？她可是你姐姐爱人的转世，你不过是她的影子罢了。啊，夜无尽呐，夜无尽，我好爱这个名字。坏女人，死前还要作怪。小倩，你千万别信她的话。小倩，我会因戏中的花开花谢流泪，是为了提醒自己珍惜花开的每一日，更不要因为花谢有期便拒绝为其灌溉。这时候掉什么书袋呀，呆子，还不给老娘说人话。小倩，我爱的是此时此刻此生的你，前世情缠也好，今生恩怨也罢，我爱的自始至终都是你。我不在乎前世今生，只担心后面和鬼王的恶战，你会再这么以命相搏。可是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心中的你，所以这次别再一个人冒险，让我和你一起面对好吗？嗯，我答应你。远方有酒有诗，我舍不得死的。韩乌纱剑情宝典第139条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这呆子骗叶无尽时太会演了，姐姐不放心把你交给他。无尽，无尽。叶无尽灵境忌讳，本体被反噬暴毙，终于引得鬼王现身了吗？蓝热身，素浅魂，尘烟远，不敌今生情。满天际，命换陈仓渡，先生妖魔断子，偷得鸳鸯锦。转身战转寥落身，谁言今生破凌云，莫逆携手换无恙，天涯何处不归鸿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
心肉求结，佛光金身，这当真是鬼王。小春、小辉，我有些话要同你们叶姥姥说。壬寅年，蓝热寺僧月影因故救下眼魔族少主，后二人情意萌动，途径蓝热寺。月影为其赐名夜无尽，自号影月鬼王。红烛摇影，影月无尽是邪手，助眼魔族统领人士，不负逆于晦暗。昔大业未成，家人不在，葬于佛心。大金刚无边佛法符破。秋叔，无妨，不用管我。明明是可逐案破邪的神符令咒，居然伤不得鬼王分毫，问题究竟在何处？逐案破邪，我只是名唤鬼王求佛问道的人，甚至双手都未染滴血，逐案破邪对我又有何威胁？你视叶无尽为工具，借刀杀人便不算行凶了吗？叶无尽，宁采臣，叶无尽在死前留下什么话了吗？他说他会同你在无间地狱相会，还有一句话，我会在打败你之后再说给你。无尽，你想和我一同见证无间地狱降临时吗？那么握紧我的手。他把坏女人给吞了。昔年破淫戒为夜无尽，今日破杀戒亦为夜无尽。此乃我心莲境，无贪无嗔无欲，亦无诸位。哼，杀孽累累，还妄想成佛吗？万法性空，当你说出成佛二字时，便是直，业已无法成佛。60年前血徒蓝惹寺，20年前北郭仙作祟，今日涂炭整个进化城，便不是你的职了吗？我以佛心颠覆红尘，不昧因果，几位已不过是缘起风浪下被碾压的孤舟罢了。父亲在上，今日燕赤霞为此恶战，不得不将宝剑毁破，但愿仙祖保佑。哎呦，哥哥你轻点，没给我摔个好歹的。龙妖，轮到你的幻境了。万念成聚，蛛网化形，
在你脑海中的一切记忆都将成为我送你们上西天的利器，在恐惧中死去吧。叶无忌，这一击是被你当成工具的叶无忌给你的。这一击是被你谋害的正义之士给你的。无名无姓，几经百步，这一击是我那饱受痛苦的姐姐给你的。辛勤耕耘，无辜受牵，这一击是替整个金华城百姓给你的。你若是佛，我送你上西天，你若是鬼，我送你入黄泉。来吧，这是我等与你的最后绝招。小龙，你方才施法念咒的样子真是惊艳到我了。这个叫沉浸式施法，我以前都是这么吓唬他们的，特别有仪式感。看来这便是隐约鬼王的真身，60年前血徒蓝惹寺的月影和尚了。嘴上求佛，手握屠刀，当真可笑。所谓成佛，我从未放在眼里，我是追求最强力量之人，我走的向来是我的路，我求即是我道。那么你敢回头看吗？你不敢。你若回头，不光发现四周杀业累累的血海，更会看到你鬼王不过是在原地踏步罢了。我悟道，为炎魔族，为叶无尽，成了我便是颠覆人鬼规则的道，败了我所行已能启迪后人。你所谓的颠覆之道，有靠双手去耕耘创造吗？没有。你阴谋算尽，只敢在背后抢夺别人的成果，何时接来之使者有何区别？那你宁采臣，告诉我我的路何在？先贤著书立说，在传道，在解惑，在实践，可不是让你咬文嚼字，以玄之又玄，似是而非的诡辩去掩饰罪行。现在背叛良知的你便只有一条路，去吧，与叶无尽同赴无间地狱吧。朝闻道，夕死可以，只是宁采臣，你还忘了一句话。他说他很爱叶无尽这个名字，我想你也一样，不是吗？啊，是啊，长夜无尽，我当然很爱这个名字。切，早知道有宁采臣这张嘴，还打什么架？鬼王也太惨了吧！哎，学吧，学无止境啊！对了，莎莎宝贝，回头教我最新的春风桃花妆容可好？我教给你，然后咱们一起给小倩画美美的新婚妆容。我没说要嫁给他。嫁给他？宁采臣吗？我们也没说啊，是你自己说的吧？鬼王之剑将毁，我以天遁咒术送诸位离开此地。
只是地脉之气紊乱，诸位会被传送至不同地方。诸位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上元之夜，我们金华城不见不散。神瀛佳期，宁采臣祝诸位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天涯自有相逢时，小倩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在下祝诸位侠义吞山河，知交遍天下。那小龙就祝大家新春大吉呀。老身便祝大家都有好梦吧。去去去，小心我们用拳头问候你。我从不献上祝福，因为我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。人吟佳期，爱你们哟。莎莎宝贝快看，俏鬼嫩模死缠轰炸，影月王朝绿帽连环。明明离上头版最近的一次，他们怎么可以乱写嘛，咱们可太难了。哎，做人的说做人难，做鬼的说做鬼难，做妖的说做妖难。小龙你说下一次咱们把哪里给炸了呢？想做个坏女孩难啊。哇，好好吃，这道菜是什么名堂？这个呀，是用小鹿的腿肉配上乌鸡神汤做的。啊，露露眼睛又圆又亮。哇，又不是吃蛇肉，不至于吧。不吃不吃，宝贝乖啊，快别哭了，哭得我心疼。女孩子的眼泪颗颗都是珍珠，你要怎么补偿我吗？这就巧了，我刚好有一条东海珍珠串要送你，怎么样，够补偿你的眼泪了吗？马上大婚了，还要沾花惹草吗？娘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呸，奸夫淫妇，今天都别想走。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，我好趁机去那偷点宝贝。人家可久等了。莎莎宝贝，这次收获可太大了。哎，你在写什么呀？寒乌纱剑情宝典第83条，当情人皱着眉头安慰你时，不是在心疼自己，就是在心里骂你。还是莎莎厉害，你从他那儿骗了条项链，我又从他房里顺手拿了好多宝贝，一箭双雕。嘘，有客人来了，你先去后面躲躲。果然是美艳不可方物，我要是男子也会为你倾倒。
你果然很适合做这一行。韩乌纱剑情宝典第一条，只有女人才能帮女人。那好吧，你帮我考验出来那个男人不靠谱，这是说好的佣金。哇，莎莎，原来还能这么赚钱的呀，这可真是一箭三雕，没准能上明天妖文西报的头版。走走走，小倩生辰快到了，咱们去鬼市上买点冰糖燕窝，再看看今天的头版是谁。哇，今天头版还是白蛇娘娘哎。恶僧法海金波断情缘，白蛇娘娘怒烟金山寺。天哪，莎莎，原来要这么大动静才能上头版，那我们还有机会吗？莎莎，莎莎想什么呢？我想总有一天炸了蓝热寺。那眼魔之女已在阵眼之中，诸位师父可至法阵内，将自身欲念悉数封于此女体内。月隐啊月隐，你竟会想出如此法子，这么多年只让你在寺里干些杂活，可真是大材小用啊。弟子也只是看押他时恰好发现眼魔一族有利用人欲念的能力，只是还要靠诸位师父的法力，在欲念化形之时将其抽离。更何况诸位师父捉他来本就是利用他的能力修行，弟子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。万法性空，谈何容易呀。哼，这么多人在沐浴呀、啊、好美艳的欲念呢、啊、月隐，你畜生，你算什么出家人？我的佛法便是最强力量，既然我不为成佛，掌握最强力量之刻，我便成佛。狂言妄语，你心魔几生，又何谈成佛？诚如蓝热寺诸位高僧亲眼，现下他们被欲念反噬，心魔早生，无法成佛，这便超度了他们吧。金钱、名望、美人，枉于这等欲念，你们无憾了。除掉这些老东西，其余人便不足为惧了。眼魔之女临于这尸山血海中，你可想好了你的名字？我翻了很多书，听了很多故事，我想为自己取名夜无尽。长夜无尽，于人间乃是无限绝望，但于眼魔族，我希望可以是夜无尽，那是永无灰烬之火，照亮眼魔前程。长夜无尽，我眼魔注定将长夜带临人间；无尽，我眼魔心火世代相传。夜无尽呐、啊，夜无尽，我名夜无尽。